进入对出品人的自由提问时间。你经常说想要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，你这份信心是来自哪里？穿了。谁是你们的全能 ACE？ 要不要？就是我们再练习一段时间。因为我做的是个团队，我出品人做的是个团，我做团我并没有做一个人，我要是做一个人，我现在你这张票我要他抽到，我觉得这就没对。你张老师看一下这，哎，先别走，哎哎，